对，从山东来看，那也是在塞前和李指导交流，就是山东这三个进攻强点，丁彦、宇航两个外援，在过去两场比赛当中发挥的都不错。那么在前两场比赛当中，就从广厦这边来说呢，就是他们的这个来自中国台北的林志杰，他的表现是广厦前两场的晴雨表。第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好，包括阵地进攻当中的出风，小丁要投了。除了林志杰之外，包括刘征、赵延浩，对，也非常的关键。三分球，包括快攻是他们起势能够达到自己的最好的方式，所以在整个体系当中，尤其是防守端作用很大。莫泰，这小丁的传球，这还是大个儿往出拉。除了胡金秋那一次以外，其他全是福特森自己投的。那边比较敏感，就小丁有一个犯规。哎，林志杰犯规了。那在中国台北队呢，林志杰是属于就是身体条件非常出色，另外呢，这个一起亚青赛的时候一波了啊，先争取多打少，没有的话是跟进的转换进攻，要一失误，双方啊在这对抗当中和防守当中投入的精力确实比较不错啊。而且我们看今天山东队传导球、分享球速度非常快，个人进攻很坚决，只要有协防和夹击，快速的出手。莫泰这离底线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而且过早的停球。对，这是广厦好的地方。对，中锋会第一时间空切到篮下。建阳单打，急停跳投，漂亮，好球，技术动作真扎实，变节奏。因为你要知道，无论是苏若雨也好，胡金秋，包括上来的赵天翼，他们的高度和力量还是可以。哎，对，而且机动性很好。对，你不能够完全把人过掉。这边有一个三分，丁彦宇航。起码从现在来看，丁彦宇航这手感，可能不让他对得分的。罚球线急停跳投，好球，好球，很合适，很合适。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。哎，漂亮！这球有点让，是不是？这边也不上了。嗯，三分还是不中。今天，山东的三分，其实双方的三分都一般。哎，看这个怎么样？前面小丁投进一个，三分不中，再甩出来机会。还是不中，对，防守的这个状态都不太。觉得今天山东就他有点进过多的投入到进攻里。尤其是从福特森这一点。对。那么现在就是产生了这种联系之后，哦，先看这球，再来，偶尔有厉害，真是厉害，真是外援一级的球员，我是凶。第三分。好球，哎，这个球等于隔了一个回合回应球了，但是呢，就是这球两个人应该都是无心之处。先从苏若雨那说，本身应该是接球攻篮下，因为篮下他已经空了。嗯，今天广厦主动的传导球、分享球做的是不错的。小丁，漂亮，还是丁彦宇航，这是最稳定的得分手，还一个，保证比分差距。但是身在其中的球员并不多，对吧？对，而且在这个比赛当中学会比赛。嗯，叫挡拆，弱势的人上来先拉开空间，抢在换防的人之前上手过，福特森也确实凶，漂亮，躲过，那由山东人真的是很多防守性的选位，积极性真的是非常大，也会变。那你能不能把握住？就跟上一场比赛一样，就是习惯的打法，打小丁这一点，用两个中锋掩护45度持球攻。
发球人到弱侧，是要做一个背掩护，稳定持球，个人攻，直突进去，行，来，最后还是靠丁彦雨，丁彦雨最稳定的得分了，好球，很好的锋线技术，摆脱利用掩护到四十五度、转身直接就投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就看那个助攻多不多。显然这场比赛，反正这边罚球也出现了问题。这个不是较劲的时候，你解了气了，球输了，是，没是最难受的。这球处理的相对简单，博洛西斯，看山东反击。我们看莫泰这个快下也是非常快，又是错位，有协防，马上到篮下接应。这进球今天。险些失误，空位前面处理的不好，看这怎么样？箱子有点跑不动了，因为你一直在退守，一直在防对方的反击。好球，小丁那边一个二加一。丁彦雨好，关键时刻还看丁彦雨好，抓一个错位。打球不中，但是丁彦雨好。好球，等于一次进攻得了四分，还是挺值的。对，谁想把对手一棍打死？不可能。李平阳知道啊，临场解决问题应变的速度还快，对，有效果。这是走步，走步。老板今天对于一些看法手中的掌握双方还是比较幸福，所以我们也要去分析，但其实因为自己也要去调整，快一点有个反击，对，这些机会你要把握住。先靠人，很稳定，好，你说这一段时间就是相持阶段，波利斯也在鼓掌，三分不准。按说博洛西斯调开机会，小丁往里杀。小丁今天的罚球是真是不好，就是你没人封他的时候，反正命中率低一点。哎，这回不错。刘征来防丁彦雨，好，继续继续进。真有把握，说的就是，都开了，都开了，都开了，对呀，对吧？肯定还是在训练，或者是对呀，对呀，给教练信心了。漂亮，王汝恒吗？哦，这边是丁彦雨航追帽，赵岩浩干下来，翻过头来又失误了，就是。嚯啊！又打过一回合，而且这一节山东这三分啊，嚯！这里外里已经六分球了啊！对对对，对吧？看到这边赵元浩又没打进，嗯，这个动作是大，哪怕前五个都不进，你后边五个都进了，对对对吧？投手得保持嘛，保持坚信。其实小丁也是一样，今天小丁是命中率高啊，好漂亮。小丁这是78分里得多少分？对他来说是个打击。哎，现在你看这又能调整。所以说38次的这个篮板球的质量跟那边45次两边是完全不一样。又一个篮板球，吴金秋，底角，没有犯规，对，很聪明，就是派上博洛西斯这个意义。很快攻，小丁。36分，7分差距，1分半钟。这球可没犯规，抢头，规还是不中，篮板球收下。而且呢，就是进攻，其余人发挥的这个高光的时刻太少了。哇，这边锁定胜局，因为小丁这场球得分很多，2次助攻。其实不是说小丁不准。嚯嚯嚯，高调动作。